下车！研制，没事回答一声。 站住！ 爸，你先进去。告诉我，这是不是真的？回答我，是不是真的？好，别犹豫了，开枪啊！ 燕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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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，快走！ 我的女儿，借刀杀人，公报私仇。 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这样，我没有。我真应该把你这个徽章撕下来，因为你根本不配的。蓝胭脂已经招供，凭他的级别，他不可能知道更多的信息，所以他对我们已经没有。如果你杀了蓝胭脂，蓝成明会怎么样？他会鱼死网破。不，蓝成明只会把张来刀敌人的头上，然后更紧密的跟我们合作。 周安已经冲昏了你的头脑，你现在连基本的判断能力都没有，可是蓝成明还有。我只想及时的完成任务。完成了吗？本部让我会心惊素质，在这段时间里。
必须要对共产党的调查有实质性的进展。如果在我回来的时候还是这副样子，就会有更适合的人来代替你。蓝胭脂的安全，从今往后，由周督察员全权负责，你不许再接近他。胭脂死了，谁干的？头干的，亲手击毙的。真的死了？子弹打进太阳穴，能不死吗？所有人都看见了，荒唐！隐瞒上峰，擅自行动，你们不知道家法吗？事态严重，我们来不及汇报，所我以。问的是他。他承认了，当着我的面承认的。你们俩滚蛋！是。他是叛徒，叛徒就应该严惩。你这是谋杀！但是我不能确定他到底有没有死。开枪的时候，我的手还是抖了。马上让你的妻子千方百计的打探，证实他的生死。你不是说过不让他搅进来的吗？已经搅进来了。我说过，我们所有的人都要随时为蓝胭脂而牺牲，不是要蓝胭脂为我们而牺牲。你什么意思？以你的级别，有些事还是不该知道。不哭了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啊啊！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了？说吧。子弹是从他的太阳穴飞过去的，引起了高度的脑震荡。我已经给他检查过了，只是皮外伤，颅内没有出血，而且颅压也很正常。哦，太好了，那就是没事儿了。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？这个。可不好说，因为他的情况很特殊，可能随时都会醒过来，也可能会一直睡下去。啊！哎，蓝太太，这儿不能随便进，请。
仁慈的主啊，恳求你保佑胭脂，让他度过这次劫难。阿门。谁？带你去包扎，别管我！我杀了他。你说什么？我杀了胭脂。娘，你告诉我，你说的不是真的？是真的，我杀了他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你帮帮我！你帮帮我！你帮帮我，求求他！你帮帮我求求他，求求他，求求他！主，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到底是怎么了？这到底是怎么？在所有人等待胭脂苏醒的时候，一场针对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围捕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。阿姨，查一下有没有一家昌泰贸易商行。现在吗？对，查到了先盯着就行，不要先惊动对方。是。有情况吗？没有。叔，兄弟们都守到现在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人是不是跑了？你看见了？没有啊。
是没看见呢，就好好盯着，这是科长的命令。喂，先生，八爷他们正在盯着昌泰贸易商行。哦，估计是共党据点。这家商行的情况你了解吗？查过，商行老板姓穆，做五金生意的，之前见过一面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据几个跟穆老板关系好的商行老板反映，昌泰银行最近吞进去一大笔假钞，估计是上了金信银行的当。这事儿复杂了，还跟共产党有关。先生，如果我们先抓住穆老板的话，不管是跟共产党有关，还是跟假钞案有牵连，反正把柄在您手里，别人在做什么，不都得看您的脸色行事吗？好，就这么办。人进去了。你们跟这儿盯好了。是。有动静吗？没有，这家商行我让人打听过，关了有段日子了，就门口挂了一个牌子。这说明他本来是准备当天赶的。人已经进去了，可这门还一直关着，我琢磨他是想溜。有可能。抓吧。再等等，说不定会有同伙来跟他们接头。谁呀？穆老板，您的货到了。叔，有车。这他妈车怎么回事？让他开走。是。你们。别出声。车走了。科长，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？再等等。会有大鱼过来的。穆老板，还记得我吗？科长，鱼来了。
敲门的人是干什么的？我知道。我知道。你是共产党，他是来找你接头的。他把板儿翻过来了。这里头一定有名堂。抓了吧。等等。阿木。抓。上！是！你他妈疯了！让我把你他妈放了！在！老王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乱开枪，打死我兄弟。老王，我去你妈的！你摆明了算计我是吧？快跑！追！追！追！这边追！老总，你为什么抓我呀？不知道抓你干嘛？你跑什么呀？你拿枪指着我，能不跑吗？我看你还能跑出天儿去，共产党！哎呦，老总，您别吓唬我！带走！是，走！不是我，快点！我。不好意思，打扰督察员了。行动队正在执行一个任务，可能得罪了冯科长，所以我想请你过去，日后在青木科长面前好有人秉公执法，说句公道话。我不淌这浑水。话得这么说，现在我们都泡在水里，特战总部不能再这么混下去了。所以你老兄得出马呀！你放心，我带人手了，我保证看好蓝胭脂。要不你数他有多少根头发丝儿，回来之后一根不少还给你。你真想把我架在火炉上烤啊？走吧。黑皮老八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滚他妈的！是是。怎么伤的？你让他说。我们行动队去抓人，结果八爷他们去了，不仅先开了枪，还打死我们一个兄弟。什么？我们还死了个兄弟？别他妈说你不知道！你废什么话？哎，冯科长，你说。带上来。好。
什么人？共产党啊。共产党？你就是为了抓他，害得自己弟兄受伤，还打死了陈队长的手下。你擅自行动，为什么不向特高科汇报，不向我汇报？对不起，周督察员，时间紧急，我们接到了线报，所以没有来得及跟周督察员汇报。嗯，好的，我明白了。青木科长明天一大早从新京飞回来处理此事，今天晚上你们最好拿到那个人的口供。人是侦查科抓的，还得侦查科来审。我的弟兄人都死了，那是他无能。只要拿到口供，上级自然会秉公处理。李杰的被捕把周宇浩推上了生死线，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排除一切可能引爆的炸弹，最紧迫的是让发报员阿春赶紧离开沪光照相馆。老板，买包骆驼，我打个电话。好嘞。喂，这里是沪光照相馆。喂，喂，你是谁呀？你说话。喂。哎，这位先生，电话通了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喂，喂，请说。打错了，再打一个吧。不用了。啊，您的烟。不用找了。哎，谢谢。对不起，有点急事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哎，等等，一会儿就好，我有急用。抓住那个人叫李杰，是沪光照相馆的老板。前两天在昌河贸易商行里边，又发现了几张这家照相馆的发票，就是这儿，一定有问题。上。是。来晚了，看来走得很匆忙。跑了一个，他在上海不一定有落脚的地方，所以在天亮之前，我们要找遍所有的旅馆、码头和车站。务必把他抓回来。是。找我有事儿？这么忙的时候，你去哪儿了？有什么可忙的？所有的事情明天早上交给特高课不就行了吗？青木科长回来之前，我想把事情审清楚，不能由着曼娜小姐一个人说了算。我想把李杰弄出来审一审。
你觉得怎么样？老兄，你这是为难我。你是督察员，青木科长要是回来，你一问三不知，也是失职。我们去审李杰，首先是帮兄弟你，其次才是帮兄弟我。就算你给兄弟帮个忙吧。好。抬起头来，带走。是。陈队长，周督察员，把门打开。干什么呀？周督察员和我要提审这个人犯。不是，冯科长总员说的，在他没回来之前啊。谁都不能进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！你只要照实说。就能留住一条小命。说吧，叫什么名字？李杰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开照相馆。是共产党吗？我不是。跟穆老板什么关系？我没有别生意，不是生意，是不是假钞生意？假钞从哪来的？我不知道什么假钞。晕了，去拿桶水来。啊。十分钟之后，你会心脏病发作昏迷，他们会送你去医院，我会想办法救你的。不行，这样你会暴露我的，这是唯一的机会了。不行，我是你的上级，你不能救我，这是命令。你们两个笨蛋，一个都看不住，跪下。说，穆老板的假钞从哪儿来的？我只会拍照片，我不知道什么假钞。混蛋！连夜突审阿春，必须找到李杰是共党的证据。
科长，招了？不是，刚陈队长跟周督察员来了，又是闯进刑房审讯犯人。陈队长是做贼心虚，没想到周督察员也跟着下菜。我不让他们进，他们就把我押进来，还打我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大男人别哭哭啼啼的。科长，你得替我做主啊，科长。我会替你做主的，你先下去。是。李先生，有个人想见见你。带进来。快点。认识吗？认识。对不起，我不想招供的，可是我实在扛不住了。你认为？一个替我照顾生意的小伙计，能知道什么了不得的秘密？是。可是你万万没有想到，就是这个替你招呼生意的伙计，偷听到你们的谈话。据他交代，沪光照相馆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联络点，平常你们只联络一个人。这个人的身份也非常的特殊，而且他就在我们特战总部里。